两手空空的回来，我还想着这回骗去的小子，看来挺有钱的。我到那时，人都已经被杀光了呀。我也不知该怎么办，就虚应他们走了。那尸体就晾在那儿，不会被人发现吧？ 不太对劲，得好好查一下。所以，这都是骗局。不，大爷，你误会了。跟强盗合作，联手劫财，还用死去的妖魔当作伪装。我还误会了什么？你们至今为止都害死了多少人？ 大爷，您别怪罪，我年老力衰，丈夫又早死，生活实在过不下去。求您，求您饶过我们，下次绝不再犯。别骂我阿母了，是我没本事，才勾搭上那群强盗，做这些坏事。 钱财大半也都给了他们，我们一个人也没杀，也是情有可原。但你们得知道，这些都是人命，强盗既死，日后别再以此招摇撞骗了。会的，会的。 感谢您，哎，你也赶紧来谢谢大爷呀！啊，谢谢大爷！不必了，快走吧。